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呢？是干这个名人字画。这个从这个名人字画，我转行转到这个农业。从2000年开始搞这个阳光玫瑰，我现在搞的是31亩地，这个全是设施大棚。今年吧，凡是果粒儿啦啥的，都可以。因为咱们只是第一年结果的树，我就不敢带多了。今年也就是1亩地，就是照着3500到4000斤。 目前来看吧，咱这个北方喜欢什么呢？贝达的和这个3300的整亩，5BB在咱北方长势还是有点弱，最理想的。这个价型啊，哈，应该来今年秋天再改一改，就是改上基本上就要平棚价，不要这个大飞鸟。这个飞鸟价哈，有的时候这个叶子也损伤。从建棚一亩地就得。 3万块钱吧，往建棚。你还有这个打井、滴灌、喷灌，这都是钱呢，是吧？再加设备，你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得有，旋耕的、除草的、割草的，刮草机、嘎草机、粉碎机，什么都得有。哎，这些设备反正一样也不少，啊，都得有。 到建果，我算了算哈，大约就是说从你建棚到你看卖葡萄那天，这2年当中，一亩地就得达到5万到6万5000之间。你没有这个钱，你看不到葡萄，卖不着葡萄，啊，所以投入特别大。主要的一样，认真去做吧，干就完了。